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师，那我们继续玩天命情侣啊。夜翁，就让你抓下我姑娘的一手。想做日狂，轻点。有机可乘，不用来。太大了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打！队友，敢打我？太狠！嘿！杀！杀！嘿！杀！队友，敢打我？救命来！哎呀！敢打我！就让你看看我姑娘的厉害！敢打我！日狂轻点，不，一点多大一点。日狂轻点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那我们把剩下的地图逛完吧。虎皮地毯，我大姐刚才似乎说她去衙门看看。好，为什么又有敌人呢？百炼钢，那个什么恶霸集团啊，我好像有遇到，可是没有触发那个什么什么用那个腿法的支线吧。公孙贺，对啊，这个我已经打过了。没闪过，队友，打我！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。没闪过，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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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狠！队友，敢打我？让你知道反抗我的下场！打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这是你最好的，小子。太大意了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太大了！嘿，打！这是你最好的，队友，太火了！嘿，队友，日狂，打我！别争了！嘿，有机可乘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啊！打！哦，没想过。太大意了，队友，敢打我？太大意了，拿命来！嘿，队友，妈妈过来吧，敢打我？让你见识我的力！杀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！有机可乘，破！队友，快敢打我？让你知道反抗我们的下场！嘿，队友，敢打我？队友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哼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哦，出发了。有了有了，这是谁丢的暗器？准头这么差？战书、琴音，奇怪，这个人为什么要挑战我？难道说我的名声已响遍江湖，所以这人是莫名挑战我的？来看看上面究竟写些什么。啊，原来这琴音是那山贼恶霸头目的兄弟，这么大口气，难道不怕风大闪到舌头？哼，
我就是会会这个琴音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仪仗让他如此嚣张。 OK，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杭州城先逛完，再去找那个二八。这支线多到就是有时候主线都被耽误了。买乌龙茶，怎么又是恶霸啦？而且还四个人，不想要动着的话就旁边溜达去。杀！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。没闪过，有机可乘。哎，哎呀！打我！哎呀！咱们来点力量！聚焦啊！哎呀！太敢打我！不！可恶，没闪过。刀不长眼，你可不看见，一点多大一尺。哎呀！敢打我！没闪过，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。哎呀！敢打我！哎呀！敢打我！可恶，没闪过。太大意了！有机可乘。太大意了！小事身手罢了。Go go go！ 茶馆。什么意思啊？海味来了好久。这个茶，我们快转。好像不是这个，这个是龙井茶。不是那些茶馆的啊，玉琉璃，普通木材。普通清水。茶馆。
通气榜上。就先走最深楼这里，然后我们拿到乌龙茶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过去找吧，找那个西湖的小姐。神迹碎片，百炼钢，这里是哦，最深楼老板。陈年的酒，桃子雪曲酒。这个也太大了吧！可惜我没有。我没避到，我独挡避一下。好，再来。锦带桥上。所以这个要怎么办？给他们吗？给他们看看，这样好吗？我查一下好了。怎样？因为这边好像可以拿一个剑法什么的。嗯，他们是网络上是写说选第一个比较好。
但我不知道给火星艇会怎么样，蛮好奇的。在哪里啊？还在这里啊，这么远。不然我们这边我们晚点再试好了。我们先做其他支线吧。好，我们的这个酒鬼请他喝一杯。我福星大爷。影子那一位断刀就送你吧。嗯？哦，是道具哦。对，哦，他都说断刀了，这样是很重啊。酒坛一个银块，我刚好有这个酒了，可是那个不能出事。做什么体操？看一下没东西，那我们先去把左边这边罗井当铺这边逛完吧。就，哎，为什么上不去？啊，不好看！我被呛了。凶屁啊！这叫哦，黄玉里的。啊，哎，很卤味，多好看也不行。给他打蜈蚣。
怖。来哟来哟，纸上比武大赛，既有惨就撞一张，请各位多多指教，八法四无有，这下就是愿我为美色忘却一切，也不愿做我一辈子光顾的色无有情造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非白派的最无道的藤野，虽说最无上道，但时间又少有绵久，那闹逃出这下就是为了求罪而行道的藤野，请各位来挑战。那我这样自我介绍了啊。OK， 所以会怎样？要先自比自比，排胜排胜的意思吗？这个人是张全兴啊，长得好像。哦，怕虫，哦哦哦，你看大蜈蚣都对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？金翅糕点 ，OK。嗯，我去那里买金翅糕点。啊，这我查一下，好像不管选哪个都会打架。哎，不是会打架吗？整点高粱 ，OK， 好，特种照顾。下面都走过了啊，我说这边有一个支线，可是我八卦没有到，好像不能触发。那我们去找非法派吧。好，各位，我们骗他们。他说那一带就是那一带只有这里咯，
不过这样好像没东西哦。再去湖心亭。最后这样什么都得不到，哈哈。宝物，神秘的宝物，好烂哦！还是如实告知好了。好，快转。好，我们可以去找他们了。如实告知比较好。你这臭不要脸的！加菜来吃 虎皮肉。好东西，神火。锻造材料。好，先这样，那我们先去湖心亭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去衙门官府衙门交那个缴交狐皮，会得到钱这样的样子。哦，这个，OK。好，那我们去湖心亭。通常这款游戏在走路的时候不会刻意快转掉了，那大家看看景色也不错啊。就有游戏不用做到完全的 3D， 像这样子的风格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不一定要追求 3D 的画质啊。那个游戏的价值还是在于它的剧情啊。然后给他查，好走，然后我们再去最深楼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可以结束了。这个驼兽还不能，驼夫还不能骑。哒啦啦啦啦！哦，这个地图也是蛮长的、啊。那九坛我要打几个？好像没有到17个。
啊，给你吃糕点。好，前置作业都完成了。陈年高粱去哪拿？大蜈蚣。可是大蜈蚣是要拿下那个舞台那个嘞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三个人要的东西刚好是比舞台上那三个弟子要的东西，所以就给大家看，就是大家想要怎样的换法。啊、这是陈年高粱，我现在好像没有，去哪里拿？我再想一下，查一下怎么去拿。好了，这一章就没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随放图片，按下订阅。欢迎到粉丝按着赞，你追踪最新消息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就会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个就算，拜拜。